好，今天是礼拜五，台风走了，不过尾巴的地方还是有点危险。It's probably gonna fall that way. You think so? Mm-hmm.这个英文叫做 Widowmaker， 有没有看到那个树枝掉下来？美国的森林很多男生是因为在砍树，树枝或者是整棵树靠着别的东西，然后随时掉下来，就会让太太变成寡妇，所以要很小心，特别是台风后还是有风。早上我先把这些移到旁边，我们才可以开得上去。上面的路没有办法通，所以很明显我们开不出去。现在把这些竹子砍掉，移到旁边。不过都要小心，这些竹子或树碰到电线杆，你要小心，接触到那个电源，有点危险。Caterpillar。我们这边苗栗情况没有南部那么糟糕，不过还是要注意到安全。你如果你有年纪比较大的邻居，可以去拜访他们，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，然后注意安全，特别是风还是很大的时候，树枝随时会掉下来。上一次我太太发生车祸的时候，其实是台风已经离开的时候，有一点风和雨的时候，树枝掉下来撞到它的玻璃，真的很危险。所以如果不需要出门的话，尽量留在家里，安全第一。还好竹子是空心的。差不多好了，要祝大家平安，注意到安全。台湾加油！